啊，那你以前的衣服都不能穿了怎么办？把它改一下，是不是？我还好。裤子啦，裤子要伸。都等一下。现香哎，是吗？可以买吗？可以啊，之前是在日本买的。Thank you.
爸爸一样的好，你要以你爸爸为一个标杆，哎，对，身高不能比他矮，这个要这个要高，哈哈哈哈哈，要三高，你两个高，你没有数吗？